婴儿。我叫林凤儿，娘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死了，爹爹也在3年前被害死了。师娘怕仇家加害于我，偷偷带我来到灵山镇，在驿站里开了个面点屋。也许你会说我命苦，可我不觉得，因为我现在每一天都比以前幸运。玩木头人的游戏是吧？无不无聊。嘿，哟，我偷你的包。小五哥，嘿嘿嘿嘿，哎呦，不错嘛。嘿，镇子里的尸体都清理了。对，这里是最后一件了。哎，十三个，快点。小哥，快点，来了。把所有尸体都搬出去，往哪里？这三当家的七伤寒冰掌怎么练成的？这是，这一掌打在人身上，尸体马上就冻结了，真是哎。嘿，哎，我说呢，这如花似玉的姑娘，哎，可惜了了。赶紧干活，快点把所有尸体全搬了。哎，到底上不上朝？皇宫大殿等候多时，臣恳请陛下以社稷为重啊！陛下，刘公公，皇上还没有更衣？没有。有人在劝吗？司礼监马公公和自府大人一直在里面劝皇上，奈何？一群废物！你们先下去吧。皇上，皇上，
皇上。天辰时，三辆马车和锦衣卫都路经德胜门，出城的时候没有检查，出事的是刘公公的首领，咱们赶紧出发。好，走。总管来，顺便把花浇了。是。云锦，带上豹奴和侍卫，午时赶到灵山镇去接应三辆马车。是。未能远迎，还请军爷多多关照，多多关照。这里管事的马卓义是我老朋友，可人呢？让他来见我。这位官爷，您可能搞错了。这里的卓义姓杨，是我的舅舅。一个月前呢，我的舅老爷过世了，
我舅舅回家奔丧去了。哎，我舅舅就让我们过来帮忙。军爷，我俩初来乍到，还不太懂规矩，请军爷多多包涵。包涵，包涵。公务缠身，我们自带了干粮，就在这儿休息片刻。你们速速把马喂上，马车好了，我们立刻动身。啊，哎，是。你，赶紧把最好的马粮拿过来，还有，带点清水。哎，好，好。原地休息，轮流警戒。是。大哥，怎么回事？他们警惕性太高，连顿饭都不吃。哼，他们越是小心谨慎，就越说明这车上的货物不一般。记住了，在你喂马的时候，找个机会把他们第一辆马车的轮子松了，到时候他们想不留下都不成。这儿。太多了，马车跑不快，我擦干净就好了。马上走，别发火，马上走，马上走。四哥，干啥了？妥妥的。不过我好像看到车里边有双女人穿的绣花鞋。绣花鞋？你想想，女人想疯了？什么呀？何方？集中起来，保护好。是是。大哥，这怎么有女人？那咱还抢不抢？老子也没有想到，竟然是一帮姑娘。咱们兄弟以前在这穷地方没见过什么美女，这一下子冒出来这么多呀，我这心里还真有点痒痒的呢。老三，你是不是活腻了？告诉那帮小崽子们，一个女人都不能上场，上一个手指头都不行。是固定车轮的销子掉了，可能是路上颠簸造成的。镇上可有修理马车的铺子？我们需要车轮的销栓。我这就派人去打一个上好的马栓过来。老五，你现在带人去找刘铁匠，打一个上好的马栓。好嘞，走。官爷，这打理马车还需要些时辰，官爷们不如吃些便饭。饭菜就不必了，我们有干粮，给我们提供些饮水吧。我们还要尽快赶路。哎，好嘞，官爷，马上就来。雪儿，这是哪儿啊？小点声，妹妹忘了吗？来之前严令我们不许出声。大哥，这锦衣卫人也不少啊，咱要捉活人，这难度也太大了吧？只能智取，准备好蒙汗药，告诉所有兄弟，听我摔碗为号。是。不能让他们得逞，得想办法通知锦衣卫。官爷，您
先尝尝咱们本地的凉茶，稍后啊，修车师傅就过来了。尝尝。摔的碗，姐妹吗？你父母还在吗？跟山贼讲感情，你有没有搞错？可是你当山贼真的很不好，不但赚不到钱，还会让你的父母非常担心你。哪那么多废话？快去那边集合。谁吗？
那你能告诉我他最后去的方向是哪儿吗？你说不了话是吗？不好意思啊。这个是千叶草，你把它敷在伤口上可以止血的，你流了很多血。给。哎，你们还好吗？谢谢你刚才救了我们。没关系，我叫雪儿，你叫什么？我叫凤儿。凤儿你好，我叫燕儿。认识你们很开心，不过还要去找人，就不跟你们多说了。保重。你要找谁啊？刚才那个蒙面人跟你们是一伙的吗？我不确定你说的是谁，我们还要赶很远的山路，你们几个都赶紧上车。是，哦，好。你不上车吗？啊，我就是这个镇子上的人，不跟你们玩了，我先走了。小姑娘，谁让你运气不好？上面有命令，外人一律灭口。姑娘，其实你想要找的人是跟我们一起的，只不过身份保密，灵山镇已经没有人了。你跟我走吧，只有我们的人有能力帮你找到你想要找的人。我需要考虑一下。凤儿，他说的没错，以你现在的能力是找不到你想要找的人的，不如你和我们一起走吧。我叫夜莺，是这里的总管，你们将在这里开始为期一年的培训，我希望你们通过在这一年的学习里也能够像他们一样自信。哇，真的吗？明年我们也能这么美吗？放心吧，明年啊，我们一定比他们还要美。现在大家来领房号。霁月台意味着机会和重生。
宋大人，你怎么过来了？啊，皇上，你怎么才来？皇上，你交代我的事情已经办妥了。宋大人，起来吧。哎，朕最近特别烦，幸亏你来了，要不然你让朕揍一下。以后生活在一起，那我们都做个自我介绍吧。好啊，我叫雪儿，家住京城，家父在朝为官，后来家里出了一些状况，我又听说了霁月台的传闻，就来这儿了。我叫燕儿，我从小就被我爹卖给了我师父，卖艺为生。后来我痛扁了一个调戏我的公子哥，没想到他家大势大，把我追得上天无路，所以我就逃到了这里。厉害。我叫倩儿，家住保定府，家里世代为生，我也是逃婚出来的。哇，你们两个好厉害。我叫凤儿，我爹是开镖局的。啊，你不是灵山镇的人吗？我爹死后我才到灵山镇跟着我师娘学做面点的。面点？什么是面点啊？面点就跟糕点差不多。听你们一说我肚子都饿了，我们快去换衣服吧，一会儿还等着吃午饭呢。好。听说这次任务出了意外。是的，车队在灵山镇被一群山贼劫杀，等我们赶到时锦衣卫已经丧尸殆尽。什么山贼啊，这么厉害？我感觉不是普通的山贼，幸亏有一位高手恰巧赶到，山贼大溃，我们才得以脱身。一位高手？此事蹊跷，马上飞鸽传书主子。是。等等，下午安排我今天在飞云殿见一下这批新来的女孩。对了，云姐，这次在灵山镇我遇到一个素质不错的女孩，就一道把她带回来了。素质不错的女孩，你就擅自做主把她带回来？你不怕主子怪罪吗？等我见完这批女孩，你把她带到宣城的联络点登峰造册。后天的测试得赶紧把这个女孩带回来。是。夜莺，你知道擅自做主后果如何？我怕到时候姐姐也保不住你了。下去吧。是。还记得五年前吗？朕那个时候还是太子，跟现在一样。是，臣记得。五年前那是我第一次见皇上，我当时还以为皇上是宫里的锦衣卫呢。我记得那一次，我们打得像今天一样，皇上也是累得个半死。你这张嘴啊，真是。但是那段日子，再也回不去了。皇上有心事？还不是朝堂上那些破事儿。算了，别说这了，还是说说你吧，跟朕讲讲。我这边还好，只是在灵山镇我们发现了刘默行踪诡异。灵山镇？是，我们发现在灵山镇刘默的车队出现了一个状况。杜主，飞鸽传书。
山贼，是谁在算计本宫？还有那个神秘高手，又是谁在监视本宫？云锦，这期共有十二个女孩，刚刚通过的有十个女孩，有两名不合格，这是名单。下去吧。是。刚刚进入祭月台的女孩，大多都是从民间招过来的，素质参差不齐。我不明白为什么不能像往期一样，在官宦和士绅里面招募呢？这一次，是主子临时决定招募的，是为龙凤殿做准备的。所以他们学的会跟往期有所不同。夜莺，你是不是想问楚儿的事？什么都瞒不过姐姐的法眼。楚儿在这里三年了，每期考核都有参加，每年她都是最优秀的。我原本以为她今年能出去呢。楚儿的事情以后再说吧。两个不合格的女孩交给豹奴处理，我们去见一下新来的这一批女孩吧。是。车队在灵山镇遇到了山贼，让臣发现了。这件事本就蹊跷，以刘默的性格做事非常的谨慎，碰到山贼的可能性绝对不大。可是随后发生了一件事情更为蹊跷。什么事情？我们发现其中一个落网的山贼最后逃跑到了京城的一座大宅子里，随后这个人竟然被人给杀人灭口了。知道是谁做的吗？之后我们追查到了这个杀手，可是这个杀手非常的隐蔽，最后还是消失在京城各大王爷的官宅之中。原来皇室当中有人已经不安分。以后你们都叫我姑姑。我们为什么要叫你姑姑呢？来自不同的地方，身世也各不相同。从进祭月台的这一天起，你们就要跟自己的过去说再见了。在这儿做对的事情会得到奖赏，做错的事情会得到惩罚。我希望大家都在这儿保护好自己，尽量做对的事情。既然来了，究竟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，就要看大家的表现了。现在大家可以回宿舍了，明天你们可以休息一天，熟悉一下祭月台的环境。后天大家将举行一场基础测试。是。凤儿，你留下。凤儿，马上出发，叫豹奴带你下山，去一趟宣城，找到信封上的地址，将信封交给那里的负责人，务必要在晚上天黑赶回来，参加后天的考核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，我这就去找豹奴。等等。有一点你要非常清楚，你想借助祭月台的力量找到你想要找的人，有些代价就是必不可少的，你一定要考虑清楚，将来是不可擅自离开的。
想清楚之后告诉我吧。夜莺总管，你放心吧，我是想清楚才过来的。好，那我带你换个装吧。换装？一个人下山非常不安全。巷怎么走？甜水巷，嗯，就在前面。谢了，公子太客气了。包丫头，好了，你可以走了。谢了。马上来。啊，对不起。这谁的荷包啊？好精致啊，还绣花呢。怎么在你那儿？哦，这是你的荷包。小偷见了不少，偷了东西还这么明目张胆拿出来的，还是第一次见，胆儿够肥的你。哎，等等等等等，谁是小偷啊？你是小偷。你再说一遍。你就是小偷。这臭秀才，那你这臭秀才，你干嘛要认为我是小偷呢？你个大眼贼，手里拿着我的荷包还在狡辩。哦，拿着荷包就是偷啊，不然呢？少废话，乡亲们走，带他见官去。哎，不是，有话好好说，有话好好说，先放手。哎，不是，疼，有话好好说嘛。跟你这种人没那么多废话。好好好，我跟你好好捋捋这件事。刚才我一进来，他给你。你，大眼贼，别让我们见到你。这是什么事儿嘛？我明明不是抓小偷了吗？怎么别人可以把我当成是小偷呢？不长得像小偷吗？大眼贼，臭秀才，等我查到你，我一定革你职，我把你贬。这东西，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！啊，我和你探讨一下，该怎么做人吧？你确定吗？你说呢？哎呦！啊，其实做人是很难的。哎，来看看来，小挂件啦！哎，看看吧。来挂件。皇儿，你让本宫给你更多的权利，本宫给你了，你是怎么做的？内阁和礼部的重臣们跪在坤宁宫外哭诉，请求告老还乡。你这个皇帝是怎么当的？你让我死后怎么去面对你的父皇？怎么面对列祖列宗啊？你啊，还是好好反思反思吧。卖首饰的都来看看，母后可能会喜欢吧。臭秀才，大眼贼，这是我先。老板，买下了，我的了。老板，这银子是他偷来的，不能卖给他。你哪只眼看我是偷的了？啊，哪只眼？在小酒馆的每一个人都看到你偷了我的荷包。你还含血喷人？在酒馆是我给你拿回的荷包，你忘了吗？你这样的话，我就要拉你去见官了，你信不信？去告我啊！我有人证物证，你就是告到皇上那，你也赢不了我。好，不管了。反正这是我的了，大哥，我看你一表人才，衣冠楚楚。如果偷东西是你的爱好，我告诉你，拜托你不要去偷那些穷苦的老百姓。来，转过去看，大月春秋府里面都是有钱人进进出出。老板，他是个贼，如果你把东西卖给他，官府抓你。你可知道大月春秋府和我是什么关系？大月春秋府是我。
哎，臭秀才！哎哎哎，今天收摊了啊！不是，老板，这是干净的，老板，这是不脏的，老板。是干净的啊，但是我不卖了，不卖了，好吧，好吧，别让我再看见你。说到你了，凤儿，啊，累死我了！我一大早就出去赶路。凤儿，你可算回来了，还怕你赶不回来测试呢。凤儿，是你冤枉那个大眼公子了。我怎么冤枉他了？我的荷包就在他的手上，怎么能说冤枉呢？按照你说的呢，那个大眼公子是拿着荷包在门口等你，很显然就是你的荷包被小偷偷走了，他想拿着荷包还给你的。你说的好像也有一点道理啊。好了，你别想那么多了，调整好状态，好好参加明天的测试。好吧。科室吧。启奏陛下，国子监祭酒张俭张大人昨夜在家中病逝，张大人在任兢兢业业，传道授业，教化万民，功德无量。张大人三日后发丧，按惯例朝廷应赐予张大人谥号。陛下，您认为张俭张大人的谥号应该是？混蛋，不懂是非的臭秀才，气死朕！你会什么？琴棋书画舞蹈都会一些。凤儿，你擅长什么？真的啊，刚刚雪儿说的那些你都擅长？都不会。以后说话不许大喘气，必须选一样，选哪个？画画。可以，我考得不太好。我还行吧，一开始我以为下的是五子棋，谁知道是围棋。我们一共下了三局，第一局他没输，第二局我没赢，第三局怎么样？赢了。没啦，第三局我想和棋，可是他不干。我要去找英英姐聊点事儿，你们先聊着啊。嗯嗯。英英总管，我是凤儿。英英总管出去了，一会儿就回来，进来等吧。谢谢啊。你是新来的吧？对。你好，我叫巧儿，她是莲儿，我们也在等夜莺总管。今天我们就要离开祭月台了。那恭喜两位姐姐顺利毕业了。凤儿妹妹，我们运气不好，没有通过考试，
是被淘汰出霁月台的。哦，对了，两位姐姐，你们在这住了很多年了吧？嗯，那应该知道，这里是不是有一个武功很高强的男人呢？有啊，真的。那他住在哪儿你知道吗？凤儿，总管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快回房间。总管，我有点事情想要问你。我知道你想问什么，你在房间等我，等我处理完手头上的事就来找你。天色已晚，跟我走吧。嗯，总管，我不想在房间里待着，要不然我跟你一起送送两位姐姐怎么样？也好，一起走吧。嗯，暴奴，这两个女孩就交给你处理了。嗯。凤儿，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武功高强的男人。就是他呀。嗯。嗯。凤儿，不要耽误他们赶路。哦。我有个话呗。是今天考生的画像吗？嗯，画风奇奇怪怪的，画的是什么呀？这是一个叫凤儿的女孩画的。凤儿？嗯，哎，就是她。退下吧。坐吧，凤儿。殷总管，我就不坐了。凤儿是哪里人？我是灵山的，你知道啊。灵山镇的是你师娘，那你父母呢？我老家是宣府的，我爹是开镖局的。在我十岁那年，我娘过世了，我就跟着师娘离开了宣府。那你爹爹呢？我爹在三年前也过世了。那，你是不是姓林？宣府的龙门镖局总镖头林超群是你什么人？你认识我爹啊？有过几面之缘。我累了，你先出去吧。依恩姐，我还想问。出去吧。知道了。都下去吧。是。给姐姐请安。这批女孩当中，现在谁能和楚儿比呢？燕儿有一种野艳之美，好好调教一下，应该不错。还有呢？其他的就很普通了。你带进来的那个凤儿呢？凤儿的模样倒是很可爱，
不过他的心思好像不在这里。凤儿，我们要重点培养。关于楚儿，我想了很多。这一次，我让他和这批女孩一起学习。这批女孩和以往不一样，最终出去的可能只有一两个。可是，我还是相信楚儿能够脱颖而出的。那可不一定。我怎么有种强烈的直觉，能出去的这一两个，会在刚才我们聊的凤儿、雪儿、燕儿当中产生呢？明白了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命运如此的不公？我楚儿不会等到命运最后的结果。我的命由我，不由天。